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啊。最近有一款新手游挺火的，这游戏名字叫做《王牌战士》啊，一款类似 CF 类型的手游啊，不过画风比 CF 要好很多啊。开始是一段 CG， 然后还挺精彩的，就不演示了啊，先体验一把狙击手的快感。狙击手是一名女指挥官，匹配界面也是别具风格啊。游戏操作也比 CF 简单，直接按住瞄准射击就好，而且子弹是无限的，不用担心没子弹的问题，可以说操控感比类似的枪战手游舒服很多啊。不同职业有不同的技能，狙击手的技能还能开眼，也是厉害了啊。这一枪漂亮，谢谢你 TD 启动侦察系统，正在系统。这一局打下来还挺刺激的，有的玩一些别的枪战手游会头晕啊，这个貌似没啥感觉啊，节奏也挺快，五六分钟一局，打得还挺爽啊。下次再给大家试玩一些别的角色。电磁天才特斯拉，说的就是我。